四分之一决赛呢，我们都已经给您做了转播啊。吴景玉3-1淘汰了菲律宾的阿洛拉，而在半决赛呢是5-2比较轻松的淘汰了加拿大选手贡达。在画面上这位呢是轻松的选手，来自瑞典的扎伊茨，在四分之一决赛他险胜了美国选手夏洛特克罗格，而在半决赛当中他是1-1战胜了中国选手周卓慧，来闯进的决赛。吴静玉通过一天精彩的表现吧，希望晚上同样也能带给我们精彩的比赛。是，吴静玉呢也是将代表中国来参加今年的北京奥运会。现场在介绍吴静玉的时候呢，观众啊都是报以极为热烈的掌声。吴静玉是1987年2月2日出生，1.66米，来自江西的选手。去年的世界锦标赛，前年的亚运会，他都是拿到了女子47公斤级的金牌。奥运会的比赛呢，是把四十七公斤级和51公斤级这两个世锦赛的级别合并为了49公斤级。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是开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对吴静玉很关键。嗯。此前两轮比赛吴静玉都是打得不错，吴静玉打得比较轻松啊，20多秒钟就率先得分了。瑞士这名选手实力也不弱，嗯，而且力量比较足。对，两个人年龄也差不多啊，都是1987年2月出生。啊、扎伊茨还小了两个礼拜。吴静玉在比赛当中也是经常通过这种下劈腿来击中对方的头部来得到2分，这可以算是他的得意技了。对，而且吴静玉动作放的比较长，不适应他的人以为小级别打动作都比较短。对，但是他一变就直接上头了，高位动作变化很多。瑞典选手被警告。刚才瑞典队员做的是一个后踢的动作，但是没有能够得分。对，第一局比赛还有10几秒钟的时间。啊，第一局比赛结束。现在是1-0，吴静玉暂时领先。吴静玉的教练是王志杰，王指导。来看一下慢镜的回放。吴静玉是一个左架的选手。应该说，两位选手吴静玉的实力呢，还是要略微的高一些。而且也有大赛的经验、嗯、看来吴静玉的表情还是比较冷静。对，当然跆拳道比赛里面也是偶然性比较大的。对，看这种临场的发挥。裁判的判罚和给分尺度一样很紧、嗯、第二局比赛双方都需要清晰的得分才可以有效。是，击中对方的有效部位必须是清晰有力啊。对，啊，对方这一脚、哦、这是比较清晰有力的，对，击中了吴静玉的有效部位。1-1，现在吴静玉的试探动作比较多，其实缺少直接击打的动作。对，
现场观众啊都在给吴靖玉加油。日野的教练很激动，在场下大喊。刚才瑞典选手转身后踢也没有能够得分，瑞典也是在场下仔细的琢磨了吴靖玉的打法，对，专门用后踢来对付他。后踢其实就是一种反击的打法，对。现在吴靖玉作为世界锦标赛的新科冠军成为众矢之的了，对其他的选手都在研究他。对，哦哦，这个动作，这个主动进攻还是没有能够得分。这教练在场边可能比场上队员还着急。对对，其实有时候教练更想去运动员上去打比赛。这是一个蹬踏动作，这个时候运动员倒地他不算是警告，因为他是被对方动作所致。第二局比赛就结束了，比分是1-1，在这一局瑞典选手是扳回了一分。有很多对跆拳道运动不是很熟悉的观众可能以为一方队员倒地了，可能这一方啊是处于劣势，好像像拳击比赛一样，其实不是这样的。对，其实跆拳道比赛倒地可以分为正规的倒地和故意倒地两种。嗯。然后在场上的裁判员呢，要正确的判断出这两种倒地的运动员的目的。其实做动作的时候倒地可以是正确的倒地，或者是同时起腿，对方踢到你的时候重心不稳倒地。但如果是打动的一半扭头往后跑倒地，或者是踢了往下坐那样的，就算是逃避。嗯，逃避对手的进攻，那样的话要被警告。好，现在比赛呢是来到了第三局，很紧张的一局。是，比分是1-1，不过清方的瑞典选手还背着一次警告，如果再被警告的话他会被罚分。啊，漂亮的连击，吴靖玉终于把他的能力展现在大家面前了。嗯，刚才只是稍微的热身一下。第三局开始发力了，因为这个冠军我觉得对吴靖玉很重要。对，这是在今年奥运会比赛的场地上，如果先能够拿到一个奥运北京测试赛的冠军，对，将给他奠定很好的心理优势。当然对手是不一样的啊，奥运会的时候肯定对手要强得多。对，但是这是给运动员信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是，得了一分，下劈腿，打到对方的头上，头部了，得两分。但是裁判如果再数秒的话，就要再增加一分。嗯，等于一腿得了3分。对。好，这一下领先优势就很大了。看看对方会不会发起猛攻了。发起猛攻也来不及了，只剩下20秒钟了。但是也要注意，要受伤。在女子49公斤级的决赛当中，红方的中国选手吴靖玉是以5-1大比分战胜了清方的瑞典选手赵一慈。还要恭喜吴。